现在澳门也能开车到大陆来了吗？可以了。怎么开啊？怎么开？加油就可以加开了吧？哦，都走哪里？哦，走那个珠海那边。赶珠澳大桥啊？没有，不用不用不用的，东北那边。哦，来开始。哎，这是从澳门来的同胞哦。这个也是吗？是哦。你是澳门呢？恭喜这些澳门的美女、美丽的小姐们。美女，澳门没有螺蛳粉的吧？有。有，那你还跑过来柳州这里吃？那味道不都一样了吗？这个好吃。你也知道这个老派大伯卖了33年。嗯。哦，你看他吃的蛮快的。好像下午就看你们等了多久啊？在这里等了2个小时。啊，这么久啊？辛苦了，都吃的。慢慢来呀、啊。他应该是想破纪录，你看他吃那么快，都不想理你们。你们澳门的也能吃那么辣吗，美女？能啊，都是一家人，都可以吃那么辣。澳门的口味不应该跟广东一样吗？吃不了辣的。太好吃了，这个。哪个？酸笋粉。精髓就是这个是吧？不是，她的闺蜜说她鼻塞，什么味道都闻不到，知道吧？所以觉得不臭。2分50秒啊，加油，美女。这个实力，杠杠的。好，美女，5分钟吃完多给一箱。不要了，这一箱慢慢来。直接不要。嘴巴上面说不要，是吧？吃的那么快。哎呦，3分半就把粉吃完了，没有了吗？没了，都剩剩下了。你们经常上内地玩的吗？对。哦，最后2-3口了，马上能破纪录。不行了，慢慢来。不行了，不行投降呗。我说不破纪录。你们澳门有这个青菜吗？有。叫什么？空心菜。哦。听说你们那边菜比贵，肉比肉贵吗？对，贵多一点，现在。哎呦，那今天把你赚了。嗯，5分半了，美女加油，把汤喝完可以多给一箱啊。把汤喝完算了。不行。带了筹码过来没有？不能带出关。不能的，我们这里筹码可以换螺蛳粉的不？你过去跟你换。今晚没吃过的话，明天再来。好，明天来。你来这里待几天啊？来这里5天啊。5天啊？嗯。好，今天第一天。今天第一天啊，好嘞，后面事情等着你。好。嗯，没有啊，没有，那就按暂停吧。恭喜你挑战成功，9分42秒啊！祝福祝福，来恭喜你挑战成功，谢谢阿姨。